我们来一把疾风剑豪。死亡如风。常伴我身。你还会玩亚索，把那问号给去了。全军出击，谢谢崔海勒斯，谢谢就怕 rap 说情话，四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，现在还有18秒就开奖了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老衲法号动响，鱼皇王、牛奶瓶、邱先生。我戳一戳三个兵，哎呦我太晒了！中风，我戳。我再戳，中风，一上来平 A 接戳，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 A 接戳，一过来 A 一下接中风，刚才其实没玩好，刚才玩好这威音啊，他快死了。回血，这波居然没回上来血，我操！凯旋回血死不了，一回去啊！线儿拉了，兄弟们！让我插个眼儿，一 Q 耳链平 A， 平 A， 平 A 接戳走，再戳，中风。走位，哎呦，这瞎子回家出装备了吗？怎么打人这么痛呢？闪现就没办法了。有没有人赶他一波呀？一个小破威音上路都让人赶客，俺们这也应该赶客赶客了。中风。
哟，灭亡之路短得超乎你的想象。你大爷的，回家了，先来个攻速海。等个六级就好打了，这亚索前期还是有点弱。人马不知道干啥呢，西他也回头啊，你从左边来，傻了吧，好，我们 A 死他，我们都不放技能啊，省着他老走位，遇上这种走位的人，我们就直接就不放技能，知道吧？一Q耳链，平 A 接大招 ，A 接戳。W 一手，戳一下，戳两下，一抠耳链一走，戳一下，哎呀，我操，这不行啊！等一会儿啊。真他妈的能跑，我有人吗啊，你有吗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呢，我就没明白了，你等什么呢，你秀啥呢小伙子，走了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叉子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猴哥力气太重了，滚，我不是你猴哥，既然你觉得我力气这么重，我就不是你猴哥，行不行，谁吹波扣了，有小黄毛吹波扣，你分手了能安慰你一下吗，可以啊，
今后你就可以一个人看直播了，再也不用陪另外那个人了。就可以想干自己该干的事儿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他干啥呢？这真没办法了，点燃我了，那就算了。盲星应该是死了。其实我刚才想闪现躲着卡萨丁那个踩的，但我又怕没躲着。我如果躲他踩，其实他打不过我。我操作一下好了。这波该操作。算了，这把不电刀了，电刀死的兵有点多。我们幻影之舞。这唯一连个二速还都没有，这波把他杀了啊！全是兵，我们就喜欢这种全是兵。就全是小兵才好。卡萨丁呢？全是兵，你也没见我一锅操两个兵。那我能平 A 死的人，我一兵干啥呀？我有病啊！我这就不大意了，我这能大意吗？石头人没有，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，失望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这不拆没了吗？维恩在哪儿？维恩没有，我可继续了啊！不管了，既然维恩不来，我们就继续了。看有没有男 buff， 这小子上哪去了？干嘛呢？又是点盐，你大爷的，怎么这么多点盐？这卡萨丁把小龙拿了，或者赶快被下路吧，是吧？这人呢，把小龙拿了。把这个撇了，能不能出来无尽？哎，可以。
都撇了，来把无尽。哎，操！这卡萨丁啊，一个连个鞋都没有，来回赶客。打小龙来，我让你赶客，喜欢赶客小伙子，瞎着死没？瞎着没死，龙拿着了，行，不亏。小黄毛塔下，应该能打死。来，来一波中路，正好这个塔要没了。干啥呢？没吹到，哎，有点烦。其实我刚才操作错了，我如果留一手风墙开上面视野，我估计应该能杀他。操作错了，不应该那个风墙挡他的那个扣的，挡的扣没有用，他那扣打人都不掉血。走，回家出装备去。这不能回啊。这不能回，打个蟹去。打完蟹下路收兵。来，银马别怕，我来了。怎么的呢？这卡萨丁。呀，哎哎，为什么飞上去了？别送啊，别给卡萨丁人头。不要给卡萨丁人头啊。那卡萨丁银头能给吗，兄弟呀、啊？这英雄千万别给银头啊！这是有眼儿啊，这是。等会儿啊，我死亡之舞马上做出来，差500块钱。
中锋，在我中锋的时候居然卡了一下，感觉，哎，为什么感觉这操作好僵硬啊，好卡呀，我有一种很卡的感觉。能有 R 了，我操了！把他杀了！别给卡萨丁人头，我的问题。我的问题啊，我的问题，我这其实应该是个大人头吧，我感觉啊，啊，我这750呢，没事，中路破了，这属于没秀过他，还是有点卡，真有点卡，我放技能稍微慢一点，有点慢半拍。把这个眼儿给拍了，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我的问题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这呀？这没接大招，我踹他，往这儿来。真是有点卡，影响了我的操作，我跟你们说，要不然这把亚索应该是能满秀的，影响了我的操作。